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社区好新闻，我是洪静怡。接下来透过镜头一块来关心高雄市街头巷弄的温馨大小事。户政机关原本是一个严肃的洽公场所，民众往来总是匆匆忙忙。不过新兴区户政事务所就特别将原本的布告栏撤下，改变成为艺术展示平台。这次特别跟乐人启智中心合作，展出重度智能障碍者的作品，希望让大家更了解这些漫飞天使的异想世界。一幅幅色彩鲜艳、具有重复性图腾的画作就藏身在新兴区户政事务所里，在严肃的洽公场所当中增添了不少温暖气息。这些画作来自热人启智中心的心智障碍者所创作的，展现与众不同的独特创意，欢迎大家来欣赏他们心中的异想世界。最大的鼓励就是让他们从被关注者成为一个主角。那因为之前大家都觉得说他们是比较弱势，那可是实际上他们很多的内在的能量是很充足的。那我们透过这样子的绘画的展示，让大家知道说他们有很多的精彩之处。那同时我们也在教育民众如何透过这些绘画来了解他们。新兴区户政事务所已经连续三年和乐人启智中心合作办展，期盼让大众更了解这群漫飞天使。而办公环境多了色彩线条，也让同仁办公或是民众洽公，心灵更加沉静。本来是一个资料一个展示而已，那我们现在透过一个艺术画廊，让我们同仁还有我们洽公民众也能感受到我们这边有一个文化的气息，让他们了解到一个漫飞天使他们的丰富的内心一个世界的情感。除此之外，在展览期间只要跟作品合照打卡，或是现场下载高雄市户政线上一指通以及高雄市里政线上一指通 APP， 就能获得新兴区户政事务所特别准备的小礼物，欢迎民众一同共享盛举。那我们结合这个活动，那我们户政也有一个户政的线上 APP， 还有一个里政的 APP。如果你们来这边拍照上网以后，我们会赠送一个精美的纪念品，让民众来享用。户政机关原本是个严肃的洽公场所，民众来往总是匆匆忙忙，现在多了一处小画廊，让忙碌的脚步有了可以休憩的地方。展览及活动到12月31号为止，欢迎民众踊跃前往。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三民区本和里有一位民众，因为肯定里长庄家明，特别制作了一段影片送给里长做纪念。庄家明里长看到这段影片时，对支持者满是感动和感激。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是感触良多。除了感谢他的支持外，也强调服务里民的心将会持续下去。短短一首歌的时间，记录下四年来的点点滴滴。这是三民区本和里里长庄家明的支持者特别为他做的影片，整合里长为民服务的画面，再搭配上歌曲。当里长看到这部影片的时候，对这位支持者是满心的感动和感激。他在 LINE 上面的名字是不是用本名？那突然传了一个影片给我，那我也没有很注意。那突然有一天，我就把他说我点点看好了，我以为是广告影片，结果点阅之后才知道是我所有的这四年来所做的事情，po在脸书上面的事情，他把它制作成一部影片。那尤其他又配了那一首歌曲，我觉得还蛮感动的。虽然不知道作者是谁，但里长非常感谢他。四年的任期内，里长努力投入建设及服务，里政大大小小事情全部亲力亲为，因此深受里民的支持。很惊讶，对啊，那也很感谢了。对，那做个留念也好，比如说晚上白天下雨天在顾自洪池，避免淹水的状况，或者说我在里内所做的建设，或者说防治登革热这一部分。庄家明里长的体贴用心，大家都看在眼中。这次得到支持者的打气，让他更有动力继续为民服务。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
9月24号就是中秋节了，高雄市政府特别为身障团体举办秋节礼品推广会。市长许立明表示，购买身障者团体的秋节礼品，可以协助身障者逐步迈向自立，也感谢企业行号热情采购，用行动肯定他们。21家身障团体和庇护工厂的身障朋友一一上台宣传自家的秋节礼品，市长许立明也带头相挺，当堂采购500盒，为身障团体加油打气。伊讲讲买500，我想讲500是各局数加起来，讲无，那市场你就买500啊，是不是给我一点小小的安慰掌声，好不好？身障团体这一次共推出78项的秋节礼品，有月饼、凤梨酥、文旦之外，还有手工饼干、花生糖、蛋卷等，都有食品业者登录，使用的器具、容器、包装都经过卫生认证，品质有保证。希望所有的身心障碍的朋友，在这整个劳动的过程里面，去体认到他们自己的价值，自己的劳动价值，自己在社会上的劳动价值，而不是只有单纯的一个被照顾者。当然，这一些的努力都需要我们所有社会上很多的朋友，大家一起共同来支持。除了食品礼盒之外，还有手工香皂、陶杯和文创手工书等礼盒，方便保存，不受食品效期的限制。市长许立明在会中特别感谢民间企业团体认购身障团体的秋节礼品，用行动肯定他们。我曾经说过，这些朋友都是我们大家的兄弟姐妹，这14万个家庭也都是跟我们一样长久生活在高雄的14万个家庭，跟我们一样，是我们自己的同胞，是我们自己的兄弟姐妹。大家的兄弟姐妹，大家就要互相相挺。高雄市共有将近14万名的身心障碍者，为全国第二高。市府除了推动各项社会参与服务措施之外，每年也推广身障团体秋节礼品，协助身障者提升自我能力和价值，逐步迈向自立。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长辈罹患糖尿病、高血压等慢性病都需要长期治疗，更需要支持性的力量才能够长期奋战。三民区第二卫生所成立糖尿病支持团体，每个月一次的课程，从药物、饮食和运动等面向提供长辈各项新知，支持长辈控制病情。在卫生所长带领之下，长辈们配合老歌，跳着舒缓的动作，慢慢拉开筋骨。这些长辈大多患有糖尿病，需要长期吃药治疗。卫生所因此每个月开设一堂课，提供药物、饮食和运动等课程，支持长辈们长期抗战。那我们要培养他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健康的生活心态，那必须要透过一个社团的方式，让他们能够持续的去接触这样的一个健康的一个知识，在运动跟营养方面持续的照顾自己，那这样糖尿病的控制会比较好。腰背慢慢打直，迈进，放平上哦。糖尿病主要是肠胃吸收出了状况，课程中特别安排气功老师，透过古代气功的养生术，打通长辈们的心肺、脾胃、腰肾等经络，调整气血，改善胃肠吸收状况。因为脾跟胰来讲的话，中医是把它看成是一体的机能，对呀、啊，那所以强化我们脾胃的机能，就是先后天的机能都能够兼顾，所以你的吸收如果好，当然这些机能自然就能够顺畅的运作。手掌劳宫打开，经脉撑开，吸气。长辈们虽然身上有病痛，但透过各种卫教课程和运动养生活动，达到舒缓和改善的效果，找到和病痛和平相处之道。你若有朋友小姐有哦，就较爱做；啊，你家一个人就较会分担。心情要放轻松，促进血液循环啊，然后那个降低血糖，哦，然后促我们那个胃比什么这个我觉得很舒服。所以除了糖尿病为主之外，我们针对于高血压或是高血脂等等相关的这个中老年的方面的疾病，我们都会含在课程里面，来给他们做相关的宣导跟卫教。人老了难免会有病痛，但是只要按照医生的指示长期用药和治疗，就能够控制好病情，再透过支持团体相互帮忙，保持心情愉快，也能够延缓病情的恶化。三民区第二卫生所亮晶晶俱乐部。
社区好新闻李义清、赖昌邦采访报道。深耕在地，热爱高雄，社区好新闻，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赞！幸福高雄，乐在宜居，社区好新闻，报道邻里大小事，欢迎大家一起来收看。乐活宜居，美丽港都，社区好新闻，关心社区大小事，看了好新闻，自然就有好心情，赞哦！继续来关心社区好新闻，带给大家哪些好新闻？高雄市政府海洋局结合游艇、飞行剧院和现在最夯的景点战恶库，推出海天一线飞越高雄行程，带领民众从不同的视角看见高雄。限定价只要699元，不过名额有限，请大家把握机会。想要搭乘豪华游艇出海吗？还是想要鸟瞰高雄的美丽风光？高雄市政府海洋局整合豪华游艇、飞行剧院以及现在最夯的战恶库三大亮点，推出海天一线飞越高雄套装行程，游客只要花费699元就能够一次享受到。我们这次把所有的行程、所有的旅程结合起来，让民众呢能够一次体验得到。这一个套装的价格呢，估计大概要1400块左右，我们用一半的价格699。让大家都能够用很亲民的价格去体验，可以搭着豪华游艇畅游高雄港，看着海上美景就是不一样。海洋局长林英斌表示，继今年3月份游艇展后，再次提供给民众搭游艇，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名额也有限。这个是我们继我们今年3月份游艇展提供给民众能够搭游艇的之后呢，再一次的机会哈。那因为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而且这个名额也非常有限哦，大概只有1500个左右的一个名额啊。我们希望呢，能够让我们好朋友们呢，能够度过一个很愉快的暑假，能够得到一个超值的一个暑假的一个旅游。海天一线飞越高雄套装行程是暑假限定版，从即日起到8月26号推出，就是希望能够吸引更多游客用不同方式感受高雄。社区好新闻李正道、洪静怡采访报道。饱览高雄美景，搭乘双层巴士是个不错的选择。而为让民众能够更了解左营的文化资源，特别新增了左营莲潭线，欣赏各大知名景点，票价也只要300元。12岁以下的儿童还可以免费搭乘哦。透过一趟车程，就能够将左营美景尽收眼底，非常值回票价。坐在居高临下的双层观光巴士上，将左营知名景点尽收眼底，再加上阵阵微风不断迎风吹来，坐在上头心情跟天气一样好。这是完全是新的感受了哈，因为过去我们这一条路线是没有的，之前是在那个梦时代线嘛，那在这个地方是比较有历史文化的地方。为了让大家更了解左营旧城区丰富的文化资源，推出双层巴士左营莲潭线，串联莲池潭及左营旧城周边景点，只要300元就能够一日畅游，自由上下车，不限次数，12岁以下更是免费搭乘。过去是你买一张票，你必须要把它全程都做完。那有时候我们在看景点的时候，需要推这个深度的旅游，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让大家游客可以上下的话，那当然呢就可以去参访最近这附近的一些景点。另外，高雄客运公司还携手交通局和观光局推出深度玩法599元和999元的旅游套票，搭配左营知名美食店家，提供给游客最便利的旅游新选择。所以，我想这一些呢，就是非常希望我们整合成300块、599还有999的套餐来行销，以及呢，让我们的这个所有的游客来到高雄搭乘双层巴士，不仅好玩，同时非常优惠。左营莲潭线将从8月1号开始行驶，邀请大家把握暑假期间亲自来体验看看。车上还会有像热情太阳般的导览小姐，让整趟旅游变得有趣又知性。社区好新闻张世明、洪静怡采访报道。
因为景气不好，民众的爱心捐款跟着缩水，小港区水捐博的爱心餐同样感受到这股压力。不过他坚持为弱势服务的精神感动小港在地的企业家，特别前往为水捐博还有爱心志工们加油打气，希望他们继续发挥爱心，照顾社会需要被帮助的人。一大早，志工们就来到水蒸博这里准备制作便当，有的切菜，有的煮菜，有的分菜。一盒一盒便当，每天要出4000个，需要许多志工来帮忙。这差不多3年过啊，啊，得来得拢负责炒菜尔啦，长厨的啦，逐天都爱煮安尼1000几个便当的菜啊。每天都差不多4点就来了。除了需要志工的人力协助之外，做便当的食材、便当盒等等也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水蒸博不愿意对外募款，都是靠着地方人士的赞助，但最近景气不好，赞助金额有限，但他仍坚持要做爱心便当。因为第一点咱无咧共募款，哦，恁这样经济要共募款嘛有困难，啊无募款咧，就用因做电影的人数来赞助。哦，咱唔够我当去咯。啊，你104年5月啊，我就甲水电伯啊，啊配合啊，所有伊的便当客啊，伊的米啊，我就拢甲赞助。水蒸博的坚持感动不少人，在议员吴明赐的号召下，多位爱心企业在事业有成之后，特别赠送志工每人一盒礼物，为了他们协助制作便当的辛劳，也希望更多企业能够发挥爱心，出钱出力。看到俺家议员。哦，明叔兄，因拢介热心这个公益啊，啊，我就甲俺的敬友会主任洪进讲吼，我们也跟着就投入啊，啊，就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这个心回馈，啊，甲咱这个爱心便当、爱心餐收听的这个志工，啊，一个人拢要送因一个大饼吼，啊，要感谢因旧年来长期。点点啊咧付出，为着这弱势，为着这艰苦人咧做便当，这工作人员。景气不好，需要帮助的人越来越多，善心人士和爱心企业尽一己之力，付出一份爱心，帮助弱势民众有一顿温饱，让社会充满良善互助的气氛。社区好新闻，潘志光、赖昌邦采访报道。为了加惠北高雄的民众，冈山授权医院日前成立体外震波碎石中心，引进兼具 X 光、超音波定位等功能，不仅碎石准确率高，降低辐射的风险，还有兼具伤口小、不需住院的优点。请揭牌。倒数声中，一同拉下红彩带，冈山授权医院宣布体外震波碎石中心正式启用。为了提升北高雄地区医疗品质，冈山秀传医院引进最新型的体外震波碎石机，采用超音波及 X 光双定位方式，除了能够减少病患暴露辐射风险之外，整个疗程不需麻醉，门诊安排就可以处理。这个机器它利用超音波定位，那另外它的那个击碎石的那个比例大概可以到 100%。那因为在这个碎石的过程会呼吸嘛，那这个石头如果移位的话，所以它机器它自动会停止，不会一直持续不断的打，那所以它对病人的一些效果还有疼痛的部分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对于许多肾脏或泌尿道出现结石的病患来说，除了采取开刀处理之外，体外震波也能够有效达到碎石治疗的目的。如今秀传医院多了这台机器，对于病患来说是一项福音，而医师治疗上也能够兼顾医疗品质。大冈山地区的这个结石病患其实也是非常的多啊，不论说就是冈山市这边甚至到这个阿莲啊、弥陀啊、紫关这边，其实人口非常的多。那碎石的病患也是。那目前处理当然说这个有需要做处理的，以冈山秀传这边部分，那之前都是转到别家医院去。体外震波碎石手术不仅没有伤口，整个疗程1小时就能够结束，属于非侵入性的医疗方式。也难怪中心成立这一天，院长不断强调，将加惠北高雄民众不用再舟车劳顿往返大医院接受治疗。社区好新闻综合报道。市府卫生局及大创医院共同举办防治肠病毒活动，以轻松的行动剧和洗手歌，希望在欢乐的气氛下加深小朋友对防疫肠病毒的重要，更提醒家中有新生儿以及孕妇一定要提高警觉，养成勤洗手的习惯，才能够杜绝肠病毒的危害。
200多位社团领袖齐聚一堂聆听专题演讲，市长许立明在演讲后到场致辞，他感谢社团领袖对高雄市政的支持和贡献，成为协助市府团队政策推动的强力后盾，更是市政建设创新和永续经营的推手，展现了咱整个大高雄地区我们在民间部门我们的活力无穷。我今天也要代表咱局子啊甲局子的团队感谢咱所有的社团的领袖在12年来对局子的疼痛，对伊的这个高雄市政府团队的支持和疼痛。会中邀请台北自由空间教育基金会董事长以及台北行无碍资源推广协会总干事，分别以谈全龄通用之健康取向和谈无障碍共融环境推动的议题进行演说，激发社团领袖创新齐力共融的新思维。市政府作为一个市政府，它一定是谋求这个高所有大高雄绝大多数人的这个权利跟价值的这个达成。我们其实有很多单一的价值，当它放在市政府的思考里面，它其实某种程度必须要跟其他的价值去做一些妥协。市长许立明也向各社团领袖报告市府正在推动的亚洲新湾区等重大建设，期待各社团领袖一起来见证和参与，让高雄与世界接轨，也让世界看见高雄。公司喜立，共荣无限，赞。社区好新闻，林庭阳、赖昌邦采访报道。接下来一起来关心社区放送头有哪些值得注意的消息。港都农民历带您一块来关心明天的运势究竟如何。明天是国历8月24号星期五，农历7月14，适合嫁娶、祭祀、祈福、普渡，不适合开市、做灶，冲马煞南方，17岁和77岁的民众要特别注意了。以上就是今天的社区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天天都有好心情。我是洪静怡，我们下次再会。木头是一种会呼吸、有记忆的材质。我们在老屋拆除下来的木料中，寻找属于记忆的独特纹理。
透过年轻的双手连接起过去与现在的心，看见在地人的心。青年港都有线电视与您一起用心。台湾最美的风景是人，高雄最美的所在在在苦里，没办法，一步一哭一卡一里，我们做回来用心发现最美的你。每礼拜四营养高点，请准时收看最美的你。市政建设，议会监督，人文关怀，最关心高雄的新闻，港都新闻。深入区里，贴近关心，励志人物温馨故事，就在社区好新闻。最高啊，那亲像伫咧过生活，简简单单，一点嘛袂复杂。不过，那是有用心，同款嘛会做出让人感动的好滋味。看见在地人的。